手机跳通知说在直播。啊、哦！你们可以看手机留言，可以加他们，对啊，对啊，大家可以看手机留言。严肃，他有时候会跳。好像会。Hello, hi, we're good. How are you? 我们是不是要关掉？你会。Hello, hi. Hello, hello. 好了，你们会今天没进来，就是没有参与到那个他们的饮料吗？没有，后来没进。不是。哦，你们就，你拉我怎么炸鸡翅 ？Hello， 就鸡排。哦哦哦，可以。跟粉丝讲。一月第二。哦，谢谢，我们很 cute。冲动。我们太激动了。哎，我怎么跑了 ？Hello。彩杰也有啊，嗯，彩杰有说加他哎，对，有要加他，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他们跳舞吗？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哦，开始了吗？开始了吗？开始了。来，我知道了。今天的重点。聊天聊天。来讲话大声一点，就感觉要当跟前面。哎，有没有？那我觉得你们滤镜太多了。不要那么假，好不好？我刚才，不要这么呛林采洁。过掉了。这就很好看。看他干嘛在那边？他一直小声呢，超不想看。声什么？小声。啊，有人会。Love you。你会。先介绍天宇。先介绍这个。明天是什么日子？明天是我们黑曜精灵写真。册的正式预购日呀，1月15号。下面在画什么？口红的声音。下面有人在化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我们拍摄期间发生的趣事。Yes， 对的，对的。呀呀，真的，真的，真的。对，讲一下场景啊，讲一下场景。好糊哦！哎，会把那个设在上面吗？哦，要置顶才对。对，可是需要在这种。请问小卡是几张呢？1月15预购，1月31正式上架，把这一句打置顶，还要那个1月31上架。对，好，我帮你打一打吧，等一下。有人想问一张专。一张册里面有几张小卡，如果预购的话，只有一张，随机买9本就有9张，随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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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连接，就是预告。我们个人的 profile 下面也会有连接。是亲笔签名吗？对，是没错，签名。我们1月19号晚上也会在印刷厂，就是开直播，对，然后我们也会现场亲笔签名，然后包装给你们看。对，要多买几本。想要收集九个人的，就至少要买九本哦。应该要四本。你会要买几本？我当然是买1本呢、啊。没有啊，你
一个人买一本，九个人就九本，可以轮流交换啊，是不是？有一点道理。交换不是啊，你没买那九本都一样的、啊，买那九本也不一定都拿到不同的吧？那确实。通路只有博客来吗？还有其他通路会陆续公布给大家。哦，大家有听到吗？还有其他的通路，然后我们会再陆续公布给大家，但先以博客来为主。哥，这个可以。因为博客来有打折。对，没错。好像七九折吗？如果有预告的话，就是七九折。哦，是过刚刚出版，但是等一下过十二点就可以买了，是吗？对。好、oh, yeah, yeah. 谢谢。我们找个人自己都会有预购一本就会有九个人的钱。真的假的？预购一本就会有九个人的钱。哦、oh, 我们要签好多哟。个人就 一本就有九个人。对对。只有预购 only 吗？对，只有预购。预购的话、oh, 好看。可以。15号到31号，所以一本里面有9张小票，预购要预购才有，预购才有，31号就没有了。有人问多少钱？我们1月19会在直播，直播现场，对，直播间，对，没错。会有签名会吗？会有，会有，会有签书会，签书会，签书会。会有有，还是开签名，对，还是要签，对，我们只会签书哦，所以一定要带书来，对，绝对要预购，不签其他的东西。而且是刚刚总监才说他要加码，说九个人的签名会放在同一本的写真书里面，预购的写真书，预购现金。来，我们在最后再全部说一次给粉丝们，我们书送几张？预购的话，1月15到1月31号，只要预购一本，就会有九个人的签名小卡。没错，刚刚才加码的消息，而且是在博客来有七九折。没错，就我们现在不到2小时的，就2:01就可以马上下单了，对吧？0000就可以，0000就可以，你马上下单。没错。我都看不到曹宇的。非常先聊聊趣事，有趣的事，不是那个谁啊？郭郭跟雨璇可以往旁边坐一点，看不到他们两个。你们是完全没有存在感哎、欸。对。真的吗？谁？什么谁？对。谁郭郭跟雨璇。你过去一点。我。跟子燕往另外一边，好，再来过去，对，子燕停，子燕停 ，Emma 再过去，然后郭郭再过去，这样有吗？没有，有啊，可是哦，可是选还是卡一半呢、啊，这样吗？不像林一佩耶，全很完整，选非常完整哎、欸，但你们看像林一三个人太完整吧。李佩直接卡掉哎、欸！我被卡掉。我们这边看都是完整的，应该。我看李佩跟璇都是只有半张。加一位啊？对，是。应该是手机屏幕。你们手机太小。手机屏幕比较小。他每个人都手机屏幕吗？哈哈哈哈哈。两个人是15了。要打钱了。哈哈。这是最大声吗？对对对。对，目标距离了解。好，那我们就先进入下个环节。来，我们谁先分享？好，我可以先分享。来，雨璇先。就是呢，因为我们有一 class， 其实可以直接拿发币出来。先给大家抢先看。因为刚刚就没有。嗯，那张太小了。等一下，我找一下。去海边拍摄，没错。然后因为全部人里面只有我有刘海，应该是吧？对吧？嗯，对。然后因为海边的风太大，所以可有可无。我的刘海就是直接变成没有刘海。太阳。如果买我们的写真
梳的话就可以看到我没有刘海的照片哦。最真实的卷额头，最真实的模样，有高而全。最真实，最真实。好，那我们女生换一下，有长靴吗？我换我吗？场景都知道了，对不对？对，场景都讲。我们有一个是露营烤肉，然后呢，我翻我们的那个，我已经偷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很好玩，我在拿鱿鱼。好，就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拿两只。不是，说到鱿鱼，是不是要讲一下莉安那天的表现怎么样？莉安那天表现吗？关于鱿鱼的事情。他 OK， 关于那一个 scene 那个场景，他在那里秀他的鱿鱼刀工。他在那里鱿鱼都没熟哎、欸，你把鱿鱼片然后透明的那个拔出来，对，我完全忘记这件事哎、欸，很忙，你很忙，可是杰瑞哥有进，而且你切的蛮好的哎、欸，真的很像摊贩卖的那种，超专业。还是我们签书会旁边有一个那个烤鱿鱼摊。鱿鱼摊到旁边来，这样吗？先说为了，然后那时候我跟莉安就是我们两个被分配到备料区，对，所以我就是在那里剥虾，然后呢，对，剥虾我不知道没有在写真书里面，但是有我有拿着莉安的鱿鱼这样拍照，好无聊，好下一个，但没想到的是，大家以为莉安的刀工很好，结果他在烤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想吃甜不辣，结果他烤了十片，他往下掉了八片，差不多。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在玩游戏，然后都说有甜不辣吗？有甜不辣吗？一出去了，莉安就说，他又掉下去了。对，谁掉的？谁掉的？莉安自己烤自己掉。我记得我们等很久，对，然后一直吃不到一块甜不辣。哎，等一下，但我。说是因为那个网子的洞真的太大，然后那个甜不辣，因为它不是完全平的，它是有点凹凹凸凸，然后你只要一动，它就这样，它就滑下去。但我烤完我就给你们吃，我自己才吃到不到一片。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大家都很想吃甜不辣，因为一直不想掉啊，因为一直掉就特别想吃，得不到的越想要。李子文。然后直接来，我们前面抢吧，前面。你还有吗？他讲甜不辣。甜不辣，甜不辣。来直接很深。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陌生了。可以先 pass 吗？说那没关系，那我们紫嫣其实这次在写真集有写了。对，他的这次的写真册里面，我其实有。就是有写了一些我的亲笔字，然后是为五个场景有五个不同的类似小小的技巧，就是想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带入写真册里的场景和情绪呀。对，好。我记得有一个，有吗？有，我快来，不好讲错话。对，来给大家抢先看一下那、這个。对啊，这都是紫嫣的字，这是他的字体哦，他自己手写的，超完全是紫嫣手写，直接翻印上去，没有修改，完全漂亮的字迹哦，美当当哦。对，而且什么？好，大家期待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换 Emma 来分享一下自己。我觉得除了露营烤肉之外，我最喜欢是那个就是在教室拍的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那叫什么学生感嘛，而且他又把青春的对很青春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那种我们在看到偶像剧的时候，他们在课桌椅。记得那天我们在拍摄现场，当天就放了是是那个想见你的那个主题歌曲，对那些年的主题，让大家更融入进去。因为我跟 Emma 那天是第一个拍，就是那是第一个场景，然后我们是第一个拍的，我有够久，所以我们就有点还没有融入那个感觉，所以就是特别放了一个，放了一首歌让我们，以为自己是陈妍希的，对。
是我的亲笔字，然后内文也是我写的，这样子。对，对，原汁原味直接手写。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郭郭。郭北超，从吗？过来。不过那天就是不停的在烤棉花糖，把我所有的棉花糖都烤了。哦，对，你知道那时候姐姐叫我去烤肉，然后我烤一烤，哎，是我跟你对不对？她叫我跟你去烤肉，然后烤一烤我就把它丢在那边，然后我就去烤那边烤棉花。我傻眼了。哦。我把所有棉花糖都烤完了。为什么？那个烤肉真的太难，那个火真的太大，我无语了。没有，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耐着高温。有，那我前面。我前面有烤，我有刷很多很多酱，好，好棒，没有，啊，有啦，有刷酱可言的。我们经纪人姐姐说没有，有姐，我前面有刷几颗，一直在烤棉花。我后来做了算了，交给专业的来，交给我，看似专业，但其实也还好。啊，我觉得我们太普，因为网络有点破，我也觉得。那我让明慧说一下。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先让明慧来吧。明慧分享一下自己的拍摄写真的一些深刻的印象跟趣事。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露营区，然后应该是有下一点小雨嘛，然后呢晚上就很多虫，然后因为我跟丽安跟彩姐，我们四个人睡一个帐篷，然后我跟丽安跟彩姐，我们三个都是超级怕虫的那一种，然后我们一到帐篷里面，我们就说我们先检查各个角落有没有虫，我们三个就开始检查，然后就发现很多小虫。虫虫，然后我们就开始三个人疯狂乱尖叫，然后子妍就一个人很淡定，然后就抽卫生纸就说哦哪里有，然后就过去按掉，哪里有按掉，然后他就变成我们那一晚上的救星，他就开始帮我们狂杀虫，然后杀到他说好都没有，然后我们三个才安心睡觉，我就觉得很可爱。欸，好，那我们谢谢明慧，那我们接下来换彩杰好不好？啊，明慧，哦，对，明慧，我们在 focus 那个明慧有留一个小惊喜在写真书最后一页，是他亲手画九人的小插画哦。对，明慧可以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就是这个写真集，然后就是除了是记录我们九个人就是私底下比较最真实可爱那一面之外呢，其实就是也希望可以留一些回忆在这本书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可以画九个人就是可爱的头像在这本书上面，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想了很久到底要画怎么样的风格来诠释我们九个人，所以呢你们买了写真集就知道我到底画怎么样的风格了。要买，我自己先看，我看过了，我先透露给大家，神似有像。我们要看，我们要看。我个人觉得伊佩很像，对，伊佩很像，郭郭也像，郭郭也很像，真的。对，我自己粉丝们期待一下。子嫣很像，对，子嫣很像，子嫣很像，对。嗯，那他也爱。好啊，他都不爱吃，拜拜。好，那我们接下来换彩杰。我最喜欢高中制服照，就是有那种高中然后很青春的感觉，但我也蛮喜欢咖啡厅的，因为呢千层蛋糕很好吃。哎，我也最喜欢咖啡厅的，因为咖啡厅的很静态，好吃又好喝，我会超喜欢。不会猜，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咖啡厅超漂亮，会想再去第二次。真的，而且很漂亮，外面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好吃又好看，那确实。对，我觉得写真书拍摄那几天都很像，真的是我们一群人出去玩。不太像真的有在工作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真的照片都很自然，就是我们真实在玩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值得买哦。哦，真的，对，真的，没错。好，而且刚刚有人问宇轩，有你是戴耳机吗？我是戴耳机。哈哈哈哈哈！太笑死！他是。
东西，刚刚他有叫，可以拿过来吃，叫Uber。大家这是宵夜时间，大家可以吃点东西。你叫了什么？分享一下。叫蒙甲鸡排。他不就在对面而已吗？啊？没有，因为来不及，来不及去买，所以用乌龟叫。好 ，OK， 那我们采撷分享完，那我们换立安。哦耶，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我觉得是校园哎、欸，因为我觉得校园的有一种，啊？我说大家都目前听完三个人最喜欢校园卡，对。我要选一个另外一个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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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你可以讲讲，你可以讲。好，我喜欢校园咖，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校园中很返回青春、返回学校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已经毕业了，所以好像那时候有一种回到高中时期的那个同学感，就觉得啊很酷，对，啊很酷，怎样？啊很酷，所以怎样？单曲哦，然后单曲哦。然后呢，跟这本写真有搭配一首单曲，叫做 LMRN， 叫做 Love Me Right Now。然后呢，会在1月31号正式上架各大数位平台。然后我 IG 有开始慢慢释出它的片段，然后现在可以给你们听一段加速版的，对吧，姐？现在，那我直接播、哦、播这样可以吗？哦，播，你可以播。好。大声一点！你最大声，你最大声的你，你放了吗？啊？沉默了吗？放了、啊。我没声音，可能没听到。哈哈哈哈哈！真的，真的没听到。没声音，超级闹在那边，这样子。OK， 对，然后有这个快板的，然后到时候会再做一些可能 dance challenge 之类的，所以你们再一起加入这个行列。对，challenge 的第一趴是谁？是郭郭，是郭郭，郭郭，是郭郭。dance challenge 的第一趴是郭郭。抖音小妹，耶！今晚要买了吧？对呀、啊，是不是糖糖？所以一个半小时就要出了。对呀、啊。我要来订饮料，你们要喝什么？我已经订完了，我今天喝第二杯。啊，我也要订饮料。哦，你要什么？我帮你订。啊，我喝不到。我已经上了发药日。啊，我也。妈呀！不日，妈咪咪跳下哦，让我喝小杯。有人要喝吗？我会帮你们订。有人说什么？说吧，说吧。好，那我们趁这个圣诞大家热衷饮料跟食物的时间，我们看那个立安要不要我们清唱一小段你的新歌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用英文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写真集，因为我刚看蛮多国外的粉丝们。好，好，那他在唱的时候，先立安，没错。那我先唱，然后再给你扣介绍，好不好吧？好，没问题。来 ，Baby， 我想听你说 ，Maybe 说是你爱我，真是吗？像什么？还不是现在 ，Baby， 期待听你说。Baby, I want you to be mine. 而且我发现，我还要直接唱那个加速版的 key， 它会变更高。好听。好了 ，Nicole， please say what this life is about, and then like what we're losing soon. We saw your
comments, and yes, we can speak some English to explain what this live is about. And so we are Twinkle Black, and we are a girl group that we're coming out with a photo book. And tomorrow, January 15th, will be the pre-order date, the start of the pre-order on January 15th up until January 31st. And only for pre-orders will you get a whole set of signed signature cards from all 9 of us. And only during the pre-order period. So cool. Make sure you order during this time. And also on January 19th, we will be having another live where we will be signing the cards at the printing place? At the printing factory. Oh! Yeah. So please stay tuned for the link because we will be releasing that at exactly 12 a.m. midnight. Yeah, which is in 1.5 hours. So you guys make sure to pre-order it so you guys get the signature cards from 9 of us. And it's only limited time for these 15 days, so make sure to pre-order once it hits 00 a.m. here in, I don't know what time zone we are. This photo book is just like a collection of there's 5 scenes, there's 5 different outfits, and it's a record of us 9 girls having fun. So there's like a campfire, there's cafe, there's the school campus, there's the beach. Yeah. It's basically like we hired a paparazzi to capture our own private life while we're having fun. So it's gonna be a really lively photo book. So if you guys wanna see something lively and from our private life, make sure you order it. Very natural moments, not our private life, yes. Private life. Yes. Thank you. Yeah. 翻译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一大串，对，对就这个英文前的那一大串，你很厉害，厉害，有人说请留言，等我要，是呀，我可以用台语，哎，可以说你们去。因为 Koha 前几天我们去 Koha， 然后有一个台语小教室的单元，对，然后波波答对超多题的，哦，他真的是台语小担当，是台语小天后，谢谢。那我们用波波的台语介绍一下我们的写真集，波波台语介绍可以吗？介绍一下好不好？我最假的，真的没有。几号预购跟几号上架？我给写真书。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我们刷一排，我们陆续回答你一些问题。有没有对一些写真预购有问题的、啊，或者是想再听女孩们分享什么趣事啊，都可以问一下哦。If you guys have any questions, you feel free to leave it down below. We can answer it for you. 大家上面都说绿鸭好酷酷，哎，绿鸭也是台语小平头，我是台语天才耶。什么新年快乐啦？对对对对对，新年快乐！我卖一百红包，红包，是红包，是红包。
那会有签书会吗？会有签书，有也会有签书会哦，大家要期待，要持续关注我们。有人会说只能线上付款吗？应该是博客来的，博客好像 Seven 可以现那个取款取货，对，因为博客是统一 Seven。Seven 可以付款取货，到货取货，到货取货，到货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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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货到付款，对对。这个哪里拍摄的？我们去宜兰，宜兰，没错，宜兰的不同的景点，然后校园区的话是在我们的新竹大学，签书会，科技大学，北中南都有吗？有北部，只有北部，上来上来，北部限定。一般唱片行买得到吗？唱片行没有，对，但各大书店买得到。各大书店买得到，对，一般唱片行没有哦。诚品、金石堂都买得到。哇，我要去拍照，我也要。去哪里拍照？去诚品拍照。对，很好。有人说期待莉安出台语歌哎。但不要。莉安先用台语拜年，快点。我刚拜。拜过啦、啊，在敖包前面再讲一次，怎么？我再讲一次，宣传哦。新年快乐！几拜敖包前面，新年快乐！确定？然后来，我们六个问大家是不是确定要去出台？他讲台语很像在讲越南话，对，越南话。林采洁会越南话？啊啊！你不是学过吗？谁？还有什么？没有，那是我也学过西班牙，那是我大学修的课程。西班牙跟越南我都修过，但我都忘光了。你会越南话？快点讲一句越南话。不是，我真的忘记好不好？那我真的忘了哎、欸，我只是觉得那堂课很好修，赶快修一修。好，我们过年后会开始公布，就是签书会的资讯。写真书里的男 model 是谁？买了就知道。要买，买了就知道。会有隐藏支线哦。支线，就是稍微有点支线任务，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有意想不到的火。其实你们去博客来的网上上看，然后往下滑就看得到名字了。大家认真看一下。也不用认真看。应该买了再看。买了再看，买了再看。子妍在这儿。嗨。子妍往前坐。猜出会不会有表演吗？上半圈还在讨论。还在讨论中。秘密要来才知道。那大家想看什么表演？烤鱿鱼，烤鱼，烤鱿鱼。我们现场请莉安烤鱿鱼。我可以剥虾，好，可以剥虾给大家。我可以负责吃鱿鱼。小编在这边爆料一下，因为莉安那天在录影的时候，他还有徒手杀龙虾给大家吃。他都忘了，他自己都忘记了。那天莉安。杀了鱿鱼，然后又杀了龙虾，然后张轩在旁边剥虾，烤虾剥虾，对。还是我们签名会可以边煮火锅，我在火锅店办吗？我们可以找海底捞合作。可以在火锅店办喽，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大家你们赶快许愿，可能就会梦想成真。真的，快许愿，快许愿。那就邀请所有粉丝一起吃火锅了。边吃边牵手签名。真的。哎。我看还有什么？没吃到问题吗？莉安大厨，莉安真的是大厨。啊，不能现在不能说。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赶快留言哟。可以带。对啊，想问什么都可以留言哦。可以代言海鲜。对，我们要去。然后有人问那个 What's your song name？ 莉安。莉安的
单曲名字说一下。The song name for my new single is called LMRN, which is abbreviation for Love Me Right Now. It's not out yet, but it will be out on January 31st on all streaming platforms. So make sure to give it a listen when it comes out. Ah. 跳 BRD， 我们很想把他们科目三改成 BRD。科目三改成 BRD。我们去教一下海底捞了。一月份目前的话，就是1月19号的直播。嗯，我们会在印刷厂边签名、包装签名小卡，还有直播给大家看。嗯、其他的都是私人商品。好，那我们在粉丝们在问最后一题问题，我们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各位。对呀。还没有什么想问的？想问？还有什么想问的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wishes。大家记得12点乌克兰就开始预购了。等一下，可以马上再过一小时。到一个半喽，你们等一下就去吃点东西，洗完澡就可以下班了，差不多。没错，都差不多。那现在去洗呀，去洗澡，然后等一下下班，我要去睡觉。Bless you。还有，我怎么大过敏？我现在一直快睡着了。小卡只有预告的时候有找人的。预告。预购写真书总共有几页？180页，真的很划算，很划算。我觉得小卡说，1月19号应该是7点直播，7点，大概七点后，七点后，详情会在 IG 公布，我们会陆续公布。有人问说有没有拍摄的有趣的事情？来来，一佩再讲一下，一佩讲一下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对啊，一佩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除了那天把棉花糖吃完之外，其他有趣的事情。但我们第一天是，我有点忘了，就是脑袋记忆力不太好。打篮球。有趣的事情哦。打排球。打排球，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他打排球很厉害，结果根本就不会打。对，是谁啊？谁啊？头上那下有一个爱心在晃。对。对。太远吗？那天因为就是有篮球，然后还有排球，然后我们就有一群人都去打排球，然后一些人在篮球那边，然后我去打排球的时候，明慧就说：“哦，他很会打排球哦。”然后结果他在我的对面，然后每次他球过来，我们。打回去的时候，他永远接不到，他永远接不到。然后他想发球的时候，他也站在线内，他就说：“哦，我要这样发。”然后打过去之后，然后别人也不敢接。有人问郭郭脚伤好了吗？好了，脚非常好。他很好，他都可以跑跳蹲了。哦，对啊，跑跳非常健康，谢谢。可以了，可以准备准备，大家都可以了。刚刚讲英文解释是谁？是你扣跟。It's me。不好意思啊，你好意思来讲话，再讲一次。我们再请越来越漂亮的一佩讲一次。最有气质的一佩吗？对，气质担当。一佩，你讲的很尴尬。刚刚有人问说，预购有限量吗？有、哦、有，预购一定有限量，因为我没有会有预购那个预购礼，大概有一点，别快去，所以他要先要抢要先抢。我爸爸妈妈各要订15本，所以这样算了35。大家快，好了，各位当先宝宝，我们抢购，你们再不玩。
是真的有限量，所以大家一定要预购。对啊，经纪人们都要自己花钱买。终于知道我要买了。一本多少？一本其实你在博客来买。博客。七九折后395，等等去买395。180页才395块，是不是要买起来？而且还有我们团员的文字，还有图画，还有单曲，为什么不买？还有小凯。还有一堆我们的快餐饼哎，还有我们亲手包装的脆鸟虾吗？亲手包装，直播带货上，看你们喽！直播带货上链接。早知道我卖海鲜。有人一直说英文，想说要你讲英文，那张先生再讲一次英文。是一佩要讲啊，一佩讲一次英文。讲啊，Got it. Okay. Hi, Zyra. I actually saw your comments, but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say hi. So, English explanation again. We are selling a photo book for Twinkle Black, our group, the 9 of us here. And it is a photo book that records very natural moments of us when we went on a trip. And we start pre-orders at midnight.Of January 15th. And pre-order will be from January 15th to January 31st. And if you pre-order, we will have 9 of our photo cards, 9 signed photo cards with the order. So make sure you go order it ASAP because there's a limited amount. So you don't want to miss it. ASAP. 有刚刚蛮多人说有问限量几本，我们这边只能说要看印刷出版社那边，可是一定上基本上有预购就一定拿得到，可是一定要抢要快，因为九人小卡是限量的，所以大家要。那你不知道限量多少？对，要等出版社那边预定好。对，那个是小卡是预定好的。对，好。OK， 那我们最后那应该差不多，我们最后再大家一起宣传一次，然后等一下跨12点就可以赶快预购购买，好不好？嗯，那确实。好，来，那板子拿出来一下，看一下。挡住了，挡住了。对 ，OK， 对，这样对 ，OK， 好。所以呢，我们的 Twinkle Black， 我讲好尴尬。Twinkle Black 写真书会在1月15日的时候开始预购，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然后到12点之后，大家都可以去网络上下单。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9个人都会在。的 IG 的限动上发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链接进去，然后一直预购到1月31号。1月15号开始预购，然后到1月31号发行。对。好。那我们最后，哎，张帅回复一下。美国的部分有点可能。对。美国的部分，我们一定要请总监来说。对，因为。Hi, fan from USA. We are trying to make sure with the company first if you will be able to order it internationally. Oh, ye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Oh! Okay. 签书会现场会卖吗？应该是会哦，我们应该会尽量跟出版社争取现场贩卖，所以大家一定要预购，一定要来现场签名，来现场签名，小卡也可以签名，小卡应该已经，小卡已经签完了，小卡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署名，五千吗？可以吗？署名吗？署名在小卡下，可以啊，可以啊，对啊，还会上什么节？节目宣传吗？那我们之后会有新的节目。我们其实已经上了一些节目宣传了，还没有播出，对，所以可以锁定一下我们星光妹妹的爱。现场还有送海报吗？海报目前应该是还不会有，对，应该是不确定。海报加海报吗？好，我们会尽量。以上的粉丝的意见，我们会尽量跟出版社去争取。对。签书会的详细资讯，我们会在过年后慢慢公布给大家。对。
那我们就是最后，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比个爱心给大家粉丝们截图，来好不好？截图哦，然后我们三连爱心好不好？来，明慧、丽安、彩杰一起比个爱心，来，好，第一个，给大家5秒，5、4、3、2，好，第二个爱心，来，5、4、3、2。好，最后一个爱心，来，爱心穷了，爱心穷，5、4、3、2、1，好 ，Yes，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小马真的是9个人都有，对，刚刚才加码9个人都有哦，对，19号亲自签给你。谢谢大家，大家赶快去预购，详细资讯可以在大家的限动。你们的限动。记得在官方 IG 或是我们个人 IG 都会再发给大家，赶快去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